什么时候变成菩萨了？琉璃甲，他怎么会藏在禅魂丝匣当中？大哥，再深沉的局，大势已去了，也会有破局的一天。收手吧。哎，人都死了，那不是满盘皆输了吗？世间再无知音，留你何用？ 一入鬼谷，阴阳两隔。我要烧一把更大的火，世人皆复活，举世皆可杀。周子舒，恭送你大人上路。即使再凶恶，只要找到了一条通往人间的路，也会想变为人。 一个天窗之主，一个恶鬼头子，都是疯子。你才是那头恶鬼！他们是为大义而死，还是为了帝业仙而死？杀了我！今日一个动孤王一根头发，休想活着离开晋州！ 你是什么？管你当我是什么？是。